The Lan Hot Pot held its soft opening at the Lucky Chinatown Mall. 蓝火锅美加广场分店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近年来，菲律宾涌现出了许多令人惊喜的火锅品牌，其中以太空时尚主题为特色的南火锅就是一家备受关注的新生代黑马。2024年1月14日，南火锅在马尼拉市明洛伦华人区美加广场2楼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开幕庆典。这是继阿亚拉商场、Ocada Manila、圣胡安市青山城后的第四家分店。庆典吸引了诸多嘉宾的出席，包括政商社会知名人士，以及20多位超级大 V、主流媒体等。餐厅 CEO 陈志军表达了公司在菲律宾创业的喜悦之情。他希望接下来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不仅推动餐厅集团的发展，还能为当地就业机会做出贡献。占地近470平，餐厅装修以太空时尚主题为主，南火锅打破了多数人对于传统火锅店色系执念的刻板印象。在南火锅，您将踏上一场美食之旅，品尝用新鲜食材精心准备的精致火锅菜肴。无论您偏爱传统还是现代口味，南火锅都将为您带来难忘的味蕾体验。这次盛大的开幕庆典为南火锅标志着重要的里程碑，象征着他对卓越烹饪的承诺，以及丰富明伦洛华人区餐饮文化的决心。随着当地社区的支持，它必将对当地的美食景观产生深远影响。This is an authentic Chinese hot pot. I really love the food. A good place for gathering. The place is really aesthetic. And I really want to come back to this place. 2 thumbs up. 10 out of 10, I highly recommend. The food is really good. Thumbs up. It's very amazing. Come guys, 我们到这里。欲了解更多信息、预订和营业时间，请访问餐厅的官方脸书专页和微信号，或致电客服手机。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